哪骨头呢？过后膝盖容易啪啪照。那么，在我个人的保养方法，其实虽然艺人的工作有时候作息很不正常，我尽可能，因为我从年轻就很喜欢晒太阳，所以到现在我也常常自己走路去大安森林公园晒太阳。我最近超爱劈腿的，对，我像慢慢劈，就是说不要太大的压力，慢慢来，慢慢劈，然后一些柔软的运动，还有。我自己在家里呢，我连在洗澡我都会告诉自己要稍微做一点点运动。我怎么洗澡呢？当然天气慢慢凉的时候，我会建议所有的朋友，尤其有了年纪的朋友，一开始呢从脖子开始让它有点温度的水慢慢来，然后再来就来洗头，不要一下子就从头开始淋湿。然后呢我在洗澡的时候，因为两只手在洗头的时候呢，我会稍微深蹲，会不会太累在自己不会很累的情况之下，然后当我要冲头的时候呢，因为有一个墙壁，比如说这有一个墙壁这样，因为如果你要一只手，那我就会怕不稳，所以这只手拿个莲蓬头，然后靠在墙壁，就是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，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会垫脚，在家里散步时会垫着脚尖这样走路，其实呢就是让你的骨头有一些关节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运动，然后在肩膀伸展，这是我常做的一些运动，所以很多的朋友在家里也可以这样简单的动一动。美光姐真的是我们最美丽的代言人，然后她推广我们的保密防御工作呢，真的是落实到生活里。如果每一个人洗澡都可以像那样子的话，我相信大家非常健康。我们很希望下次可以看到美凤姐洗澡的照片。我刚刚讲的是洗头哦，我在洗头是深蹲，然后冲头的时候是要垫脚。搞个直播嘛，对，可以。搞晕了，那是吃的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现在听到这些都好开心。所以我就说哪天找个男人说我爱你就够。如果找男朋友的话，是比较骨龄 OK 的。就是说你看他的外形，对，然后不要有老态。啊，你不要有老态，那不就是跟骨头有关系吗？你如果骨头没顾好，一直斗揪，那个老态就出来了。那找一个男的，其实第一眼外表要自己看得顺眼嘛，然后。大概就可以感觉出来啊，有人就是很挺的话，那表示他骨骼应该都还不错啦。比较年轻的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他有一个老灵魂的话。40几、30没有关系。OK 啊，只要他敢的话。从来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这点很弱啊，我就是一直好被动，没有主动过，很被动，到现在还是很被动。年轻的时候也被动了，年轻其实更不要主动，拒绝都来不及了，还要对，年轻是一直在。我到现在还会觉得，可能还会有下一段嘛，下一个，感情爱情。那我们这年纪，其实不要太强求，只要求自在。那只是我比较会直接表白，我说，还会期待啊，说不定还有下一个男人。